那时候帮在我们最左边这一位，就是现在在帮我调器材，就是画材系的二年级刘宗伦，来点掌声。然后在我这边电吉他手博弈老师，大家叫博弈老师。然后那个鼓手是国七系的金佑，然后我是电机系的2年级的钟成修，有掌声啊！欢迎！然后我今天带来这首歌，是我想要讲一下，我听到这首歌就是给我一个。反正就是大家都知道嘛，浪子回头的感觉啊。然后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讲说，大家就是每个人都会做错事，可是重要的是我们之后都能浪子回头，知道吗？然后请好好珍惜你现在身边所有喜欢，就是所有关注你、所有爱你的人。然后我今天来带来这首《浪子回头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好了，请安静一点啊，我们开始了，谢谢。
可以跟着一起唱。阮一支一支一支的点，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，请你爱伊体谅我，我只要无。Oh.